接着上场的打者呢，则是牛迷相当期待的一位新人林奕泉。轮到的是第五棒的林奕泉，富邦悍将的进攻要从第四棒的林奕泉开始打起。轮到的是林奕泉，这是他披上统一赛事球衣之后第一次在主场台南棒球场来登板。有没有？有了！恭喜林奕泉生涯的2000支安打，哇，达成！如果以2000安。回想起来，应该是我觉得新人年的任何东西都是第一个打这个，所以会觉得印象特别深刻。那接下来是相当受到啊新农牛刘领队期待的一位新人林奕泉，中垒方向又是安打。这一球出棒打成了带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往后推，这个球啊也上去了，哇！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这个球落地是给詹打，这个球落地是给詹打之后，看看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后，教练叫他继续冲，结果再见安打，比赛结束了，林奕泉推出了再见。我知道那时候那个投手叫麦特，不好打，我要上去在打击准备区那边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徐总只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第一颗直球就打了，就不用想那么多了，第一颗直球来就打了。对，结果上去我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，真的投手第一颗就丢直球，结果这个球打得结实，在中右外野方向安打了，这一把右外野方向破局了，一大成全的一拳连续10个打数安打，这一把轰到的是中外野方向，这个球我现在在看完全打击，这一个球安打，完全打击，新农神拳林奕泉缔造了完全打击。那时候是我进职棒第四年，因为球团的政策嘛，那时候全本土，所以其实在整个球队的气氛氛围里面，然后也不知道今年打完会球队的后续发展会怎么样，所以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下，整个球队的氛围其实都处于比较低迷啊，老实说，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好，连续10个打数比较困难了，如果给你10个打数，你打3支安打就已经30%，就已经大家认定是一个很好的打击手了。哇，这棒结果是在外野方向落地，生涯的第1000支安打达成。千安吗？我印象很深刻，在我 M1 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家人跟我老婆都在现场，刚好是在澄清湖3连战。前面2天他们就是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只要换我打击，他们就是下来下面准备。然后每一天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明天再没有，我们就真的不来了。”第一个球出棒，左边方向的飞球，左野手还在对，还在对，在墙边，哦，出局啊！生涯的第100支全垒打正好在今天出炉了。然后两块，这一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右外野方向飞球，这里够吗？全垒打！哦，再见全垒打，徐总日。就在澄清湖，对，我这一支真的是，其实我绕垒的过程当中，脑袋其实是空白的，等到我跑回来本垒，踏到垒包那一刻，我第一眼就看到师母已经在休息室里面，然后是在那边流眼泪，那我们开心庆祝完了，师母来先跟我拥抱，然后跟我说谢谢，帮徐总也帮师母完成这个梦想。哇，那时候鼻子就很酸了，可是那不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其实跟徐总有约定，一定要拿一座总冠军。义大最后一年我们拿总冠军，那时候我才会真的是好像整个心里的那个石头才跟他的约定完成了。师母，今天带给我们好运。我会跳再见全垒打，对，因为那个是。对我来讲，意义最深刻的。教练团、各位队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奕泉。很感谢所有我待过的球队啊，那我也很谢谢统一师
就是谢谢涂董，谢谢苏泰安领队，那也谢谢丙总，谢谢所有的教练团，不管一军、二军，还有所有的球员，球队再给我这个舞台跟这个机会，才有办法让我完成这2000安这个记录，可以延续棒球生涯是每个球员想要的舞台嘛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同仁。相信林奕泉，滚地球碰了一下，这场比赛再见了，林奕泉又是你当英雄了，再见安打。其实说实在，我来到统一，连续两年拿到季后赛的门票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球员每一年所努力的目标，你都有去完成去实现的话，你会觉得你打球的热情就会源源不绝啦。对啊，看到我的同学林鸿玉，对不对？7年6冠，那是什么感觉？对，我也想要体验看看。金怀展要做一个转传，上三垒啊！应该不是说坚持，应该要说从小到大努力这么久，然后对棒球一直有热情，可以到现在。我希望就是自己。对棒球的那个感觉不要太早中断，可以再继续的延续下去，甚至未来有机会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球员或选手。